我真的不懂他算是成功还是不成功。Oh my god！ 这个牌子记者他可以做喷洒水。状态有点累，是因为现在已经是凌晨12:20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要开始拍这个影片，因为我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要跟我的朋友庆祝。我也很想知道到底什么材料才可以做无喷洒、无胶水的史莱姆，因为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做过成功的，就很难，真的会有无喷洒、无胶水可以成功的史莱姆。所以，你们要的粘土起泡胶教程这不来了吗？家里的肥皂，还有粘书本的胶水。过程非常简单，用温水先把粘土化开，我这就直接上手抓啦，又快又均匀呢。少量多次的加入香皂水，如果觉得成型不够好，可以多加一些香皂水，这时候的手感已经可以成型了呢。不过起泡胶嘛，当然少不了胶水啦。偷偷的拿了一点我弟弟捏书本的胶水，然后我们再次的搅拌，大概这个样子嘛，就差不多可以啦。你还别说，这拉伸性可真好。来，让我们听一下它的声控如何。点个星星就可以把教程收藏起来啦。起泡胶，我上次做的也是起泡胶，可是不成功，所以 let's try。两个材料是粘土跟胶水，不是粘土跟肥皂。他讲两个材料，可是他拿来四个材料出来，而且我觉得他的做法非常的麻烦。But anyways, let's try。你们很明显的看到那个，这什么？你们明显的看到我另外一架相机，哇哦！加水，可是我没有温水，真的真的很复杂。如果要用温水的话 ，OK， 他没有加到多少，我就加我觉得可以的分量。然后我需要到汤匙搅拌。就是汤匙在那边，我尝试把它化开，我不知道我化到没有。哇，很像那个萝卜加水的感觉。由于我用汤匙搅很久，可是它都没有化开，所以我最后决定用手。其实很难，其实很难，真的。我是真把孤独唱进一次，用情真的一次。它像那个 spaghetti 的酱，现在 OK， 现在就要加入它讲的肥皂水。哦，这肥皂是我非常的记得，周会，然后那些人会来送肥皂。OK， 肥皂水。他也没有讲他要多少肥皂水，所以我就加我觉得对的分量。我不知道我做对没有，不过就 you know let's try。 来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奇迹发生。我加香皂水过后，我只是觉得它越来越稀了，它没有成型。完全没有成型，是我做错了什么步骤？他讲做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会成型。那你完全没有。好，如果是我的问题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是我的什么问题，我们看一下他的 comment 到底讲什么。有人成功了，可是也是有人讲是骗人的。我可以 comment 吗？我讲骗人，非常骗人。所以有人讲成功，有人讲不成功，反正我是不成功的那个。今天我们振作超大转玻璃失败了，我就生困了。准备大瓶胶水和没拆封的肥皂，先把肥皂切成小块。哎呦我的妈！
水，拿个棒子搅拌一会儿，往里加点胶水，让它变得黏糊糊的，好像成型了，软乎乎的，捏着又舒服又解压。所以它是加肥皂块，还有热水，还有胶水，然后就做到 OK。这个我觉得你们还是不要做比较好，因为真的是要加热水。你确定吗？超硬哦。这东西真的是好难哦。OK， 我要加多一点。现在我就在等它融在里面。OK， 所以现在他讲要拿一点胶水放进去，然后搅拌一下就可以做到软玻璃哦。嗯，好。下这个很像可以耶。Oh my god， 我没有做过。Oh my god， 我没有遇过这样子会成功的例子，我从来没有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做法。他一直在这个状态，他一直在这个要成型不要成型的状态。我记得是有几个是无喷洒无胶水的史莱姆，可是现在好像一直都要加胶水，而且还不成型，半成型状态哦。Okay， 所以我努力了很久这东西， but 我把它放一边，等下我再看一下，可能它需要时间的磨练，我不知道，那影片也没有加，那影片非常轻易的就做出来了。我现在要两点了，凌晨两点了，所以我的 energy 已经没有 energy。这个成不成功？其实我觉得它是成功的，它有做到史莱姆的特质，就是肥皂水和胶水就可以做出来了。但是它又很不知道为什么还就一直没有成型到成型的感觉，它就是很黏哦。这样是成功的，为什么我要用手去拿？它就是维持在刚要成为史莱姆的那一种质地。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成型了没有？可以在留言区那边跟我讲。我不知道差一点什么，我真的加了很多胶水，我去洗手，然后这一款我就这样子放这些，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了，现在已经两点了，我才做好两个测试包。如果你们喜欢看的话，我会做下半部，因为我已经准备了十个 DIY 的材料，然后这个我放一点先，我等下再看一下什么环境。 OK， 所以现在看一下第三款的史莱姆。成功的史莱姆，我知道，就是我以前试过，我先拿一点水，看到它加红色，要加胶水，可是他讲用固体胶水也可以，我没有要试，我只是买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做，可是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我要 show 你们胶水，很像你们没有看过胶水这样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把胶水放进微波炉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啦，所以
你们就不要 try 啦，因为微波炉就用来做食物啊，我是不会放进微波炉的，所以我就用正常的这种白胶啦。我是剃须泡的代言人，剃须泡每次都没有再配合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就要加眼镜冲洗液，我不知道别的牌子可不可以，可是这个牌子一定可以。而且 我被迫要买两只咯，因为它没有外置，我没有戴隐形眼镜，买来就是为了这个影片。请珍惜，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开心吗？因为我感觉我要拍完了，好想要去睡觉呀。放置一天后的这个史莱姆 ，OK， 它已经完全是变史莱姆了。OK， 所以刚刚那个成功了，耶！我特地买了 Colgate 牙膏，我真的买不到绿色的那一个，所以我就用了一个白色的。OK， 像大便这样没有关系。我们加糖，然后就要搅拌均匀。静置一天，虽然一天后它也不会成型。我明天见它，看它这样。就这样呗，我觉得它就是还没有成型吧，就根本就是失败。要放置一天的都失败了，真正要做无盆烧胶水史莱姆根本就不需要放置一天。因为如果它就算真的成型了，它也会臭掉，因为它是糖，所以大家可以省略掉这个三四五。哦，最后一个像是山峦青苔，粉蝶穿梭随意透过尘埃，追寻苍穹肆意目光中的无尽，在心口载满奇迹，空顶双眼风手可知这记忆。
粉，加油，打工人，加油。其实如果你不用喷洒还有胶水，你是真的很难去做到一个很好的起来。真是没有面粉。Oh my god！是不错啦，是昨天的那个面粉的。然后我现在，你知道我那时候发现它是牛顿液体的时候，我还是没有发现我原来是用错了材料。然后我在剪辑的时候就发现我用了玉米淀粉，所以原谅我那时候凌晨两点的脑袋，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发现它是玉米淀粉，然后我就用了我的。智商，我们今天只成功了一个隐形护理液，还有胶水的那一个，非常的成功呢。这个我真的不懂，它算是成功还是不成功？就是一直在那个要成型不成型的那个状态，那超难拿起来，然后来超重哦，这东西。我决定，我要给你们分享一个我自己做过然后是成功的一个。方法就是拿胶水，然后你可以加色素，因为我觉得你们看我的影片应该是找无喷砂物胶水的史莱姆的做法，我真的测试过很多，我真的是觉得是不容易。可是这个珍珠这个牌子我是在 DIY 买的，这个是在沃森买的，全部是沃森还有 DIY 买的这里的东西。这个牌子记得它可以做喷砂水这样。粘稠一点，因为它真的要加很多的这个才会变到不粘稠。因为那个时间我要去睡觉，现在已经三点多了凌晨，所以大厨要下岗了，全身面粉的大厨。那个影片做到全身都是面粉，我也是服了我自己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结束了，就是我测试了五个方法只成功了一个。其实那个肥皂加胶水那个也算是成功啦，成功两个，哇，蛮好的。然后希望你们喜欢这支影片，然后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超乱，像杂物这样，我的房间现在，我的工作室，哈哈哈。Oh my god。